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网络轿车 Uber 进入台湾四年，违法经营，争议不断。去年公路法修正案通过后 ，Uber 遭取缔罚金，金额高达11亿元，也让 Uber 台湾决定暂停服务，并有 Uber 司机出面向政府陈情，为他们的生计找活路。从美国发迹，打着共享经济旗帜的 Uber， 在全球各地以破坏式创新的手法，颠覆了传统交通运输业的经营形态。当干净舒适、方便付款又能直接对司机打分数的 Uber 出现，对比传统的计程车，明知道搭 Uber 不合法，却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投向他的怀抱，也让 Uber 仗势向政府喊话，不要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绊脚石。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而开着自家车赚外快，真的像 Uber 所说的共享经济互利共生吗？透过 Uber 驾驶，开过 Uber 的小黄问讲与寻求转型的计程车司机，我们来看 Uber 暂停止步，下一步要走向何方。记者卓冠奇、黄正渊的报道。你是专程到另外一个地方接的人，然后赚你的外快，那不叫共享经济。这是一趟共享经济的顺风车，还是一部黑色计程车？不是不愿意配合政府，只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又变成小黄。他们是自由兼差还是职业驾驶？1.5万有吧，就是额外多赚的。对，其实你去超商打工，收入其实可能比 Uber 多。我们被管了几十年都需要这个东西，那他们来，他们是特权吗？是资讯平台还是交通运输，该由谁管？ Uber 其实是要把车行这个来自于40年前的这个老旧的制度给解构掉。你是以劳力在对抗机器，基本上是这个问题。优步止步伤了谁？现在就是等。现在就是有人叫车吗？对。2月9号傍晚，陈静莲按下接受预约，这是他开的最后一趟 Uber。所以我们每个司机都是战战兢兢在开车啊。2014年 Uber 刚进军台湾，陈静莲就把油漆事业交棒给年轻人，转行成为 Uber 司机。3年来，他跑了超过3000趟。我现在4.8了。我们是你要想一个月4次的评比，他不是哦半年才给你评一次，或一个月给你评一次，他是一个礼拜就给你评一次。Uber 透过网络媒合想开车的人跟想坐车的人，也随着网络无国界迅速在全球各地的道路上横行街市。你像这个乘客，有可能他也是外国人，他不会讲中文，他直接定位或是输入他所在地，我们直接按导航就可以直接去接他定位。在500公尺处，目的地即在您的右手边。你知道那些人，我想超过70%，他们叫车，他们一定一打开就是用 Uber 叫车，结果后来台湾一打开没有车，不能叫。这种情况我很难，他们会台湾没有 Uber， 真的会觉得很奇怪。现身的正巧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也呼应了陈静莲的说法。比较国际化嘛，我们习惯用了，所以我们来到也会直接就使用吧。那你在台湾会叫 taxi 吗？今天过后就应该要吧。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了。共享经济，全民决定。共享经济，全民决定。法律要进步，人民有出路。2月10号寒流来袭，在刺骨的冷风中，陈静莲和一群 Uber 司机在交通部前陈情抗议。从这天起， Uber 公司暂停所有在台湾的服务，连带影响近16000位 Uber 驾驶被迫失业。Uber 的司机70%或80%，几乎80%都是兼职，或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渡时期，他们也没有想要永远成为职业驾驶啊。开自家车的 Uber 司机多半抱着赚外快的心态， Uber 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
但敢现身喊话的人，大部分是像陈静莲一样有职业驾照，开着租来的双B名车，以租车加派遣的做法卡在黄线上。租赁牌一直以来不该被罚的，可是在今年一月被开了一张罚单，所以就我所知，这是 Uber 公司这次暂停营运的最大关键。我们也希望这一些司机们不要因为过去的收入是不是因此有变动，就来把一个可能并不完全依照法律进行的产业要求政府来接受。Uber 自认是共享经济的先行者，是载客协议的网络平台，所以名下既无车也无司机。Even in Indonesia and Vietnam, the governments there are embracing ride sharing by introducing new regulation that reflects this new technology. Yet, Taiwan seems to be going backwards in this regard. 但在台湾，政府认为 Uber 透过网络派车给乘客，并从中抽成，行派遣营业之实，要不就是与租车业合作，或者组成计程车队。否则，车资在海外交易也无法课税，不纳管，乘客的安全就不能纳保。国内的法规就有存在计程车客运服务业，我想这个申请的门槛不高不困难。那 Uber 公司从之前跟交通部这边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告诉 Uber 公司可以来申请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哎，小姐你好，请问我们要到哪里？黄的是开计程车一年多，偶尔帮父亲代班。为了说服爸爸跳槽加入 Uber， 他以身试法，一个月开过100趟 Uber。那你车子不用烤成黄色的，然后一样可以做类似的事情，而且比较自主。欢迎搭乘，请系安全带。台北市日间费率开始计费。他的单子真的很多，你只要上线，你差不多不用上厕所，不用吃饭，因为他单子会一直来。所以我其实真的客观的评估，他没有抢走计程车产业的生意。没有50%-40%，我想应该是有的。前两周一小时载两趟，可实赚280元，确实比开小黄的收入高。黄德士才初尝甜头，但第三周开始突然遇上 Uber 宣布再降价，车资再打折，力拼计程车，消费者叫好，驾驶却得自行吸收。因为Uber 抽成跟司机抽成25%是固定的，不管是调降前或调降后，他一样是抽25%。黄德士算了算，降价后他每小时才赚200元，钱少事多路迢迢。说好比说我一天本来是要跑15趟的小黄，那假设说是可以有收入，可能是2500块。那今天你一样要2500块的话，你 Uber 可能要跑到20趟，因为他的收入。单趟的车资是就是说它的起跳的车资，基本的车资计算是比较少的。其实车子不用豪华，计程车它的车程其实不会太长。100趟实验结束，黄德士便回心转意，继续开小黄。重点来了 ，Uber 如果再抽你25%，1/3、1/3，再25%，相当于其实你已经没有利润，而且你还承担在路上出了意外的风险，还有你被吊销牌照、被罚单的这个被裁罚的风险。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这件事情，算起来，其实你去超商打工收入其实可能比 Uber 多，而且是更安全的。不仅收入可能不如工读生，黄德士更提醒 ，Uber 在台运作才4年，还未经历营业用车5年违宪的考验。用自驾车赚外快，必须加上车辆耗损成本，这些 Uber 都没有告诉在刀口上讨生活的司机们。努力把 Uber 当成公司，为他工作，真的是互利共生吗？刚好有人跟你同一条路线上你的车，我觉得它是共享经济。但如果你是专程到另外一个地方接的人，然后赚你的外快，那不叫共享经济，那其实就是一个 app 的媒合。OK， 它是新创吗？其实这种所谓车子媒合乘客的这个 app， 不是只有 Uber， 老早就有了。选好之后，你看我这边立刻就出现说附近有几位，2公里有几位。周立伟操作的呼叫小黄类似 Uber， 可以媒合司机与乘客。他就有他的照片，好，这个人车型，然后载客数评价11次评价，然后平均分数5颗星嘛。我们的模式比较像是说，司机在我们这边刊登，他刊登广告嘛，那附近的人看到说打开就可以看到这司机。
呼叫小黄不仅比 Uber 更早上线，现在更进一步可以让乘客驾驶户给评价。不过周立伟认为 Uber 其实跟传统的卫星车队更相近，彼此较劲意味更浓。Uber 跟车队其实很像，就是你是跟 Uber 叫，你是跟计程车那个车队大车队叫，然后他再派一台车子给你，你并没有办法选择决定说你要哪一台车子，你没有选择权，他还是会触犯到一个法规，就是计程车客运服务业，就是他变成他没有这个资格，他还是派遣，就是违法派遣。呼叫小黄单纯没和不做抽成，周立伟说，因为他也担心一旦收费，可能步上 Uber 的后尘，从网络业被归类为交通运输业。交通部他们现在可能还分不太清楚，说我们到底跟传统业者的差别是什么，或者是说他们会也有点认不出来，说我们跟 Uber 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觉得收费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保守的。Uber 在台湾先以低价策略杀进市场，再不时举办活动或投票，操作出拥抱创新的话题。只要保护到消费者这边的权益，保护到驾驶这边的权益，然后保护到双方的一个安全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执行上的细节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弹性的空间。另一方面 ，Uber 面对罚单又以行政诉讼以拖代变，不满修法也登报抗议，高层亲自来台游说，甚至动用台美关系施加压力。美方人士啦，甚至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有没有为了 Uber 的事情对台湾施加压力？没有感觉到有压力，但是他们确实有来关心。无论正面新闻或负面消息，话题让消费者一个个转身投入他的怀抱，继续违法载客，也让问奖的生计大受影响。政府推出不必涂黄、可用网络 App 的多元计程车，一方面希望让 Uber 就范，但 Uber 还是不加入。现在什么 App 了，什么再来网络叫做这样，这很正常的社会进步形态嘛。那我们要接受啊，我们不能从三轮车还在三轮车的思想嘛。另一方面，多元计程车也想让传统业者转型。改革派的吴华兴正在申请立案审核。不过他也批评多元却不让价格自由化，要他们拿什么与 Uber 一较高下？提报我们是两个案，一个是90块起跳，一个是200块起跳。会议委员会很火大，说：“那你们这样怎么跟 Uber 竞争？你们要比 Uber 低才有竞争吗？你们比他高怎么有竞争？”结果就把90块、把200块的起跳的通通否决掉，还是70块。又是一个保护旧产业的措施，因为 Uber 它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它可以按照当下的交通状况，还有乘客的需求状况，它用演算法去计算当下的费率，它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所以你说你是以劳力在对抗机器。打开 Uber， 输入地址，系统画面停在路线图，无法进一步配对。其实 我自己平常也用 Uber， 那突然没有了，我是觉得是很不方便啦。当然他自己失去了他自己的先机啦，然后他自己可能在无论是在法还有理上面都站不住脚，但是很可惜是他被操作成计程车业者跟这个所谓 Uber 邪恶企业之间的对抗。是暂停而非告别，似乎也预告着 Uber 仍有可能卷土重来。Uber， 你想要经营这种生意，一定是对你有利。那对你有利，你是不是有更大的责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暂停服务一周后 ，Uber 与交通部重启谈判。Uber 让步，退回4年前进入台湾时与租车业合作的模式，但同时计划推动立法，仿效美国加州 TNC， 挑战争议最大的个人车牌全面开放。我们的理念其实就是用一个类似网络运输法的一个方向来纳管这种网络美合的平台。像这个纳管了这个网络运输平台之后，其实就可以降低了提供服务的驾驶这端的一个门槛。
重罚之下 ，Uber 暂时止步。但可见的未来，科技引导数位经济，势必一波接着一波冲击政府管理思维。旧产业必须重新定位，跟上时代脚步。消费者也该思考，每一个破坏式创新下，受益的究竟是谁？